伊拢是伫机场遐，嘿，大桥、高铁、星光，台币他四五百块。伫厝卡卡今日才发现的，我真感慨哇！我妈哩都有车子，厝边都好风光，有戏啊！我因遐足爱过呢，因为他们香烟很贵。我来做斜张桥了，哈、哦！我现在斜张桥做。这林启明老师好玩。高铁线。2018年3月29日，走日月潭的内湖山步道。魏家盖文武庙860公尺，竹石园530公尺，云平酒店这边下去180公尺而已。今天星期四，现在是中午12:20，车子很多，可见这是热门的步道。这边可以看到日月潭了。今天天气不错。文武庙的最顶点啦，家人看全景去啦。对对对。哦，迄能兴门遐啦，搁有两支画表，你看。安尼800公尺到位啊，大概10分钟。哦。400哦，差不多，我想那接近就到。拍一下文武庙后殿建筑的美。正前方12点钟的方向就是慈恩塔，等一下要去走慈恩塔步道。
是九龙许愿池月坛祖鲁庙。电梯。那八六十五站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来开一百块，给你载去个水下码头啦。啊，我要开钱，我无爱骑车来啦。一日一日，一日啦，一日一日啦。半夜半年去啊。这样哦，这安尼真准。为正月初一行到十二月三，搁三百六十五万。收收收，还在还在，来来，拢过来就到，对呀，拢过来就到啊。啊，咱收拢有快，对对对，我见一个我来收。对，前方慈恩塔。失智症啊，很严重啊。阿姨，伊就伊讲伊，落生玄奘寺，好几十年没来了。有够大丈嘞！玄奘大师纪念馆。
庄严清幽。临此地感到身心清净，神明清透。登慈恩塔途中570公尺，10公尺呢，两三下就上来了，啊，老当益壮。那尊水杉，水杉不是落雨松，落雨松哦，伊的水杉会对称，对称一切对称。啊，落雨松不是落雨松，徛一个一个。水杉伊咧落叶是为上悬哩，豆豆啊落来。啊，落雨松是为下面落去安尼。啊，古落雨松即嘛嘛袂清的。啊，台湾进水杉无多。拄啊，奖励花那个认领啊。啊，它有的还很黄。对对。欸、你若要白起去，我到这就好啊，我无拜着啊，我无拜着好了。哦，嘿嘿嘿，下面那个观花岛，观花岛，嘿嘿嘿，嗯，哎呀，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像啊，对，哦，啊，拄啊底下咧纳凉，嘿嘿嘿。拄啊，这粒山叫做青龙山啦，嘞。嗯，我记得了哈。嘿啦嘿啦嘿啦。嗯。哦。左青龙，右白虎，这慈恩塔。目标是不是伫遐？啊，这叫做左青龙，那边叫做右白虎。嗯。哦，是不是安尼徛拄啊好安尼，拄啊一个小坐型徛安尼。哦。对云家文武庙对。嘿对哈。嗯。文武庙。文武庙。真水咧，慈恩塔，对啊，看全景，水，水，嗯，系啊系啊，哎，啊遐是啥物所在？龙龙梅，遐跟，遐就是活动中心，挂迄个啊做伊达少呀，啊后壁迄医院迄个，迄个是青年活动中心啊，缆车里呀。缆车站，嘿，缆车站里啊，啊，即马四点过啊，无你行迄款啊。啊，要到四点对。好好好。要困就到四点半。嘿啦嘿啦，哦，对吧？高楼你啊看较清楚。有哈，足清楚的哈。是。来，来，嘿。啊，那边，哎，加上月，加月，加月，啊，那边日，
乐坛哈，一边遐是迄个象山行政中心，对对对，乐坛，啊这边那青色的一潭。风水吼，绝对安尼。啊，来叫地理线咧，真少咧安尼，落天啊，真白咧。对啊，竟然台湾上好的所在拢有景。这古神爱落水咧，有水的所在拢有一个品种咧。一楼捐献。民国59年八月，刷刷啦，吼！刷刷，真偏破湿的。这景也无什么长，没有名堂。古松求解。哪里有？因翁食呛水果，啊！伊死死去，因翁即马嘛是当啊在地南陪道呢，嘛是原在在伊的厝，去因囝遐，伊送个。哦，这时阵都寒宵，都等你开。对，有爬坡，有平台。水是大山挑战高，准备充分结伴行。风波光粼粼，水波不兴。清风徐来。哦，老在滚滚嘞。我发觉讲哦，我讲过，一下子一时的心情嘛，就不太好。我就觉得说，
玄关式的码头。日月潭的夕阳西下，